New Generation 我觉得是代表紧而家嘅风气，因为以前嘅人可能对年轻嘅一代有啲负面嘅睇法，但我觉得而家对 New Generation 呢个字呢，无论是负面或者正面都好呢，有啲起色已经系一件好嘅事。